鼓励员工接种疫苗提升保护力，不是口头说说而已。这家企业不但给有薪水的工假一天，还主动加码发奖励金，就给一个奖励金1000块。那一共要打两剂，那我们第一剂、第二剂都是一样的办哦。这家公司位于台中雾峰区，专门生产工业级气动打钉枪，外销欧美，有口碑。旗下有80多位员工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。这样子的一个举动，我觉得是很佛心的老板。会提高。我想现在大部分我们的同事都很想去打这个疫苗。对内想办法提高厂内疫苗覆盖率，对外暖心善举回馈社会，善尽企业的责任，所以我们就捐了一台快筛站给本地的医院，为防疫尽一份心力。业者抛砖引玉，期待带动更多人响应。大爱新闻郭丽玲、林新红台中报道。